的星球，像枫叶栖息在梦中。今天各位到场，其实也给我很多的回忆。我记得有出国归来的，有从外地各地来的朋友，所以这一份感动都记在心里了。谢谢你们。如何能改变心中的心酸与忧？如何能跟你嬉皮潇洒的远走？看旧年望你。说分手是时候，问情怀可永久将拥有。梦浓缠着他分爱慢流，面尘离别盼望爱仍留。共你心不对，相爱是欢聚，且总怕正何梦已走。我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，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？情缘去难留，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，看着你远走，泪我心里流，为了你已付出我所有。只有在你的眼前，我的软弱才可以不遮掩，少了你在我身边，再大的风险我也看不见。你总是无缘无由的包容我犯下的错，我又曾经给过什么爱亏欠你那么多？你可以不说话，但请别把爱放下。我无法想象在相爱过之后，回头却只见到万里黄沙。你可以不回答，请别把真情扔下，太苦的这份爱已到了年龄未再珍惜的挣扎，我怎能了无牵挂，有回忆当作惩罚。你相信我会快乐吗？你知道吗，我的爱只是不算表达，你怎能了无牵挂，将真心完全抹杀。那只是一句气话，对吧，让人我曾经当爱不可能瞬间融化，我怎能了无牵挂，有回忆当作惩罚。你相信我会快乐吗？你知道吗，我的爱只是不善表达。你怎能了无牵挂，将真心完全抹杀。那只是一时气话，对吧，饶了我吧，曾经沧海不可能瞬间融化。
到某宁大哥这一路上的音乐之路啊，应该说是一帆风顺。嗯，因为最开始呢，毛宁大哥这很有天赋，出生在音乐世家，爸爸是大提琴手，然后妈妈呢是女中音歌唱家。对，他们都是当年在辽宁歌剧院当演员。但我一直特别好奇，就是出生在音乐世家，为什么最开始报考了体育学院，做了一个运动员？哎，当时其实在家里真的是，我们家这工厂就是不生产这个，再不生产这个演员跟这个乐手了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跑得特别快，每次的学校比赛或者是区里比赛或者市里比赛总是前三名跑不出的。但后来是什么契机？因为其实很喜欢运动嘛，然后又很擅长，那是什么契机后来就开始唱歌了？又是因为啊，就是觉得是跨栏真的跨不出来了，腿啊真的没有那么长。我跟教练也谈过，我说教练，我真的是